少爷大妈，哎，哎呀，这个生活越来越好哈，哎呀，欢迎你们来到我们年代秀的现场，介绍一下，我叫不紧张，我叫贼拉放松，你俩都别冒场啊，介绍一下自己，哎呀，大家好，我叫白宇，大家好，我叫黑土。老抢啥玩意儿？啊，那个我属鸡，我属虎，他是我老公，这是我老母。你就整差辈儿了。啊，大爷大妈，这现在生活也好了啊。那个你们俩这个，你放松点，我就不紧张。像啥玩意儿跟弹簧似的，你放松点。你别吵吵。想问一下你俩的恋爱史啊？咋认识的呀？这还用说吗、啊、我这长得眉清目秀的、啊、当年他追的我。你说话能不能讲点实事求是啊？我告诉你，大家一看我这身段，我这身段现在是有点福态了啊。当年不是这样，当年我也是那个柳叶弯眉樱桃口，谁见了我都乐意瞅。我们隔壁的那个王老二一见我就浑身发抖。行了吧，王老二脑残，见谁都哆嗦。啥玩意儿？那时候天天啊，就没事就上我们家干活，没事还送点秋波。他妈啥玩意儿？那什么秋波？什么波？那会儿吧，送啥都有，送鸡蛋的，送煎饼果子的，哪有送秋波的呀？你这一点文化都没有，你那。你就送秋天的菠菜还有芹菜，秋天就芹菜。我说是这么解释这个秋波的啊，这不错。这现在生活都好了，说说你们，是生活都好了，但这时间是越来越少了。所以我们娘俩吧，啊，不是娘俩，我们爷俩，我们俩吧哈，准备到大城市看看。啊，上深圳。啊，上龙岗，对，最好还能去香港，对，没错，啊，然后说那个年代秀欧哥是免费给送去，对，就是不知道管谁接回来。行了行了，这我听着越来越不靠谱了。掏心窝子不是发自肺腑的，一人说一句话吧，来到这个节目啊，你先说呗，老伴儿，你先说呗，你说那么臭，我十分喜欢年代秀，我十分喜欢。赵优，你净说一些，你净说一些那些没用的。我特别想让年代秀最后那钻戒送给我。